好运的头一礼拜就过着了，真正好食，不是歹食哦。来干贝虫草炖全鸡，还有没有要吃的？一只300多块，来200块就卖了，来200块存两只，够人要吃吗？200块，拢讲要了吗？这无在乎命，这卖200块已经是地底了。来好，啊，搁要吃啥？来面点本食啊，干贝哦。咸猪肉，来200给我。来最后一位咸猪肉了。没有了。现在几点了？你多少啊？都有啦，好啦。啊，你要搞咩咩？来，虾啊，三杯啦！来，这个白虾刚才谁买的？来，旁边这边扫扫家准备下班啦。这是鸡哦。大家赶紧买无，伊今仔约人6点买有啊。哎，小王，你那边是2点？对啦。不能给嘛。哦，有啊，有啊，有看到啊。都爱减一分哦，虾啊减包一分哦。几多啊？包位啊！啊，站无看到虾啊？站无啊？站有无买虾啊？甲我看下，啊，别买唔忙，看下人摕钱给了啊。有啊呢。我叫我叫你看大家包一包大哥，看你我看传播就知啊，拢免钱的走。哦，哎，啊！你抓动，你要先走，我来载啦。请个一个呢，要分两箱。请个什么？一瓶啊！你是要分两箱？一个呢？你那两瓶再给我。130，快点！我真的没有赚钱。这个三杯200，真的是卖身体健康的。来，我要吃干贝，来，1000块，最后一道花干贝啊，够不啦？够未啊？干贝够未啊？你好聪明。阿弟无啊？无啊？你有搞无？我今日你有光骑车，骑到快来。我无啊，我坐车啊。阿妈。你在台湾，我来去台湾。我今天可以当我骑电车。那明天啊？明天好啦。好啦，阿你等下，你的老的啦，无我刚才坐多呢，我。好，你说你。好。最后一道我干杯哦。来，有要吃来，免1000啊，让我看，拢无啊，干杯，确定。这两客啊，爱穿300、1000到800拢免啊，来500块来，三个人给。无啊，我无干杯啦，我。要吃，500块啊。来啊！金银钱，哈哎呦！你来搞我收台啊！水水水水，现金拢银出来。来，我来来，谢谢。今天要看恁两个。今天啊，看。来，大哥来500块。最后2个干杯。是要两杯，要几两杯？来500了。上去一客啊，互你欢喜来干杯。最后2个人。最后2个呢？是2客啊。三票，来500块，我要考虑啊，考虑我收台啊，干杯，不要不要来，是真的干杯，你不用担心。再等天，再等，真干杯，哇，马你好来呀，500块，这有两个人，我爱看这，两个大波起穿，两个亲姊妹来，安尼海关人特别好。来，我爸我收台去了，好，我要收的话，我爸我跟你考虑我懂。来，啊还要吃什么？这你不能拿。哎，这也袂来，安尼千块啊！你这时阵来做兵的，我有机会。出兵小咱难耍，哦，你大哥不着买先，这位帮哥有。来，我连着麻油鸡客客，这位帮客客，松叶蟹脚客客，鸡头卷客客，猪脚圈五，回糖五，我有糖糖糖糖糊的。来，麻油鸡来。我给他过啊！啊，猪脚圈切起来。有圈块很好给吗？有啊，对啊，那个味。还买芝麻切起来来。哎，这不安呢？来两包，直接来得了。那你有店安尼，我靠，处理啊！你不给我店，我唔知你咩意思。来，袋子给我。对啊，这里有2包鸡胸片。来，大家一包给他了。一包一包。
我见啊，阿婆伊嘛先甲客起来，拢甲客起来，拢甲客起来，袂卖。但哦，我无想要去再对啊，很对呢。但围塘两个客人来两百。我等过呢。哦，安尼无。围塘拢无啦吼。来只两百呀，只皮四百。我知啦。够无？够啦，要食围塘嘛两百。我说你对，加啦。要哪里吃着啊？一百好啦。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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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啊，拢八两啊，回答一百，好来，谢谢。来，啊，物件包好甲寄起来，主角全来。来，啊，先位放马出现啦，来。来，我们吃也期待啊，这是黑胡椒鸡翅最后一箱了，来，苹果八七八两包，好来，200块。今天啊，我今天要买给你啊，加热就可以了，非常好，这个黑胡椒鸡翅，来两包。来三包，来七包，来买三包，来两包好了，200块，就前面把黑胡椒鸡翅，再各要一份，再送一包，5包，让你们高高兴兴。两包好，七包来五包，来两包好了，黑胡椒鸡翅加热就可以了哦，加热就可以切分开来。两包好来，三包来，四包来，两包好，七包不好，来两包，大哥也要要来三份。最后一位了，200块没有了，黑胡椒鸡翅，两包，安尼拢准备了没有？黑胡椒鸡翅200块，多少钱？都买到了吗？拢准备了吗？来，恁三人，啥物人吃完呢？恁三人谁吃完？来一包我来，我来，哦，你看手准备，还是一个少年，动作较紧，拢学伊啊，来海葵鸡排来，过来猪脚圈来，最后一箱哦，过来，跟过来跟过去。无人爱咧，来，我阿家人去食海龟鸡排哈，拢包无挂汤的哦，这等于叉烧蒜头辣椒高汤汤，多好食。一包，你若才听海山大菜开的100块，我这无挂汤，我不是挂汤的哦。来两包、三包、四包，免200，免500，四包、三包，来200，我招一个要来，海关自动来。没有了，最后一箱了，我唔知够有几箱，我差不多就没有。来招头一位来，海龟鸡排，冬天用比蛤蟆较甜。来招头一个人过来，200块，海关自动200块。哎，你冲哪位啊？海龟鸡排来，帅哥未来，给你。刚请你，朱腾太，朱腾很好来啊。朱腾叉彩拢会使。海山梅。麦克老师啊，你4包1公斤啊？我包你啊，4包配天啊，来200块来，最后两个人给海龟鸡排，200块就来。对啊，剩两个人给你啊，海龟鸡排200块。啊，最后全世界剩一个人给来200块，200块，海关子路没有了，200块，来，拢来啊。我那是我当面的，你当开玩笑的，来，阿伯买个手海龟鸡排200块，呀，你买啦？是啊，200块也。到不了对啊，哎，两包起来，伊啊等于中泰三块加两千包啊，多好食，足够买一道菜呐。好啦，就计了好去。来，帝王蟹尾棒来，200块完了，可能三个人给你，动作快了，应该是三个客人买得到，可能3B、4B来、5B来、6B来、7B来，或者9B、10B来，安尼就咱吃啊，还是2B搁请你啦，我伫遐咧看，加上2B啊，来啦，三个人，好来，好来，来2B。来对机，来十机，来十二机，来，哇，真正三个，不是不是，来六机，来对机，来十机，来十二机，哎、欸，这样就可以吃了，对，当然他们起来泡。来，有要吃这些猪脚圈的哈，真的很好运，你来去接我来，今天割断两行玻璃，哦，规条菜端热热，好好尝一下哈，阿妹不？唔免300，我上好恁啊！来200块，200块，大哥你可买上？什么猪脚圈？你一只讲，你开口啊！你唔来，我袂落，我袂啊！你有价，干咩？来200，猪脚圈拢来哦！小姐要吗？不会猪脚圈，他怎么煮？他不用煮了，你等于负责家用火烧得。看你是要用个只用火烧，还是要用个八角用火烧？掏开就吃，而且这猪脚烤干软软咯，一包，安尼2包。
其他空，不好，害羞啊。不好，不好意思，真正要拼完的来。卡酷啊，卡酷，食较好诶。原地啦，安尼白兔拢会吃着啊，水库啦。来一个300分，免四百，一个300，红烧原地300块，捌吃袂下手。我旧年过年走袂车呢。啊，过来就等几年，甲一个月刚开始卖啊呢。你这原品哦，碰时啊吼，会当加货。松叶蟹脚。这碰时啊，起来卖绝对了钱。松叶蟹脚，我那个吹出来，慢个挂，慢个挂，好嘛好嘛。我较脆点点，你就安尼规箱好嘛得啦。松叶蟹脚。几片啊？几片啊？要松叶蟹脚。五片啊。那你讲啥？慢个讲啊。你喝啥饭？哦，来，我阵啊，我有收着。松叶蟹脚。来，我知道原体哈，你们外面买哈很贵哈，我知道，我问一百一，一点三八，我讲今天嘛小波干对啦，小波干对，我挺欢喜的，一箱起价就是要，啊，哥这嘛不可能作俗啊，这三八已经下买起来了。但是嘛，较难买价尔，一人一袋哦。你要买两袋、买三袋拢不要紧。我平后上买三百，一人买一袋，同学上加热，很好吃，200块才够了。我最好给他看我。298了。快烧一个，快烧诶！一袋200块了，200有多少钱在？啊，200块啦，200块啦！看看一袋原体卖200，吊面啊，刚刚吃到破菜，三只糖到遐。200块啦，超好吃的，这年菜一个人住几袋，几袋原体的爱惜我爸花来，每天200，自己加热就好吃的，来200块，多少人吗？要买一袋两袋，一袋了呀，来红烧原体200块。这是用金花，不是细细的。来，200块拢装起来啊！我们那边准备你想想下子。啊，买一袋啊，买一袋，等你吃看卖，好吃啦。这可以做年菜，红梅。红梅。做有啊？做有好。够红梅了吧？够了。你囡仔大汉，吃。不用吃伤多。好啦，双叶蟹脚。这是十啊，这三百我知啊。哦，好啦，你知就好啦。啊，无小费啊。来，双叶蟹脚有啊，最好就希望啊，来边吃边五百、七百来、300过来，应该是4位、3位。哎呦，来边吃边吃，来300过来。双叶蟹，哎，这诸位哥说起来，大家都爱单只蟹味棒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哦，可是口味不太一样，口感不太一样。来300过来，300。这是马上就可以吃了。对，这是熟了。来，这一盒再送给你，来300块了，300块，一天全部300块，300块来，今年好，今年好。来，双面蟹脚300块，要买要快哦。来，300了，今年最后两个人给来300块了，今年三天都上一天来300，多人都快了吧？大哥来，赶快，还有，上次的赶快来300块来。一盒、两盒、三盒，再多送一盒来300，他都用备了哦。300块，小姐你要什么？你现在才出现，怎么办？那个是什么？鱼吗？爸一样吗？好的，来300块拢装备了呗，送一些脚，他拢备了哈、哦。来后谢谢，来他被奖爸接待了。终于有人知影迄是爸接待，来。这青的爸接待，讲紧的无人要上，我讲。迄间拢相共哦。拢是八千，免1000，免800，爱吃八千块。我讲今天哦，我要变好作秀哦，来这样就500块嘞。很老啊哦，不是恁动的哦。来500多，预备，我好，我好。500是几只？3分哦，1500。500。不行，三百啦，我要收了啦，我要变好恁啊。500啦，变完了啦。今仔鱼啊钓袂少伊啊。我也是搁要钓啦，继续搁钓落啦，发财伊啊。你别搞点贵啦，点头壳、点卡拢不要紧。没有。没有。
真正是现头安尼无无白拼的。哎、欸，鸡腿肉卷你有卖到吗？鸡腿肉卷拢都有。有啊。有啊。我都卖完啊，都生菜。哎、欸，人嘞。有几人？点鸡腿肉卷。有啦有啦，上面。在后面要不要叫一下？哎，鸡腿肉卷，我上面没。哦。有鸡腿肉卷。哇，真的哇，我把这个五百嘞，五百一下会翻滚的呢，啊，会翻滚的呢，会跳的呢。鱼啊，青蓝啊，青啊，规头拢青的啊，敢那只红的尔，全拢青的啊，来五百。哎，伊就是三四，不记号。哎哎，你伫遐呀？来，肉汁来五。阿哥，你食肉汁来几呢？了了，来五百了。你要几粒面呀？几粒？我等你来，我拢不敢。等你来，我敢敢。来，肉汁来五百。来两个。两个面啦，个人要食肉汁来无？来五百好。来，最后一个了。最后一个。我来。我可以啊。弟弟，你要大鸡蛋吗？不是啊，你要捐钱给我，我不需要。弟弟，你这样子我好难过。我这边你们给对了，好一点。五百零七。还谁？你这包回去先换一个。要了，就不说。没有。来，大哥来。这个给六千嘞。好，这个给六千，安尼给五百。来，谢谢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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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十二条，你真来，记得落选最后两位喽。两百两，做好吃。八条，十条，十二条，今天有够好吃。没，根本不用。你先付回来，你打八千去。要等礼拜来，听哦。哎呀，来两百。我，这个阿布啊，这个我无认得伊啦。我一碗金麦加成块，还是好啊，讲都不要紧。二来谢谢，来，今仔无买到蛤蟆，把你的蛋三两给摸出来了。不过啊吼，蛤蟆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蛤蟆？不要不要不要！这店员啊，有买小蛤蟆，买一把，好，来二十块。大家都会浪费来二十块。我的人生充满了怀疑。来蛤蟆你讲好，今日吃也卖完，我肯定要买落来当白头。来二十得，我怎么话偷二十咧？我不来啊，来二十。来二十块，哎呀，我做古无杀车出来啊。来二十得。你买很假，一个包三两块。来一百块钱的。来，哎、欸，啊，来，卡过，卡过。可以啊，鲍鱼。这叫鲍鱼呢，还三千多啊？我搞了我一个，三千来啊。四个啦，还爱问，这么爱问。你等厉害啊你。来三百块的，变啦，我今天没吃饱哦，你叫鲍鱼，能包完了。来一个给我。来啦，我包了，上面个地方，你要去送。二，我知。那两分够，三个箱。五，带几箱片。